高价草莓园一串串红宝石，饱满又大颗，民众看准目标出动剪刀，就是要挑漂亮、轻松的，因为。它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你的目标在哪里，就很好下手。好不容易等到草莓结果，民众毛起来采，篮子装满满草莓，大丰收。先生，你从哪里来采草莓？台北，跟太太还有小儿子，然后小孩。今天打算采2斤，每个都很大，又大又漂亮，送给亲朋好友。除了新鲜的草莓，还有甜点草莓蛋糕。早上采摘，立刻制作，产地到餐桌一条龙。昨天采的，然后洗完，早上然后直接做成蛋糕，这刚刚才做好。苗栗草莓温泉季开跑，涌入大批民众，打算采完草莓前往台阳温泉泡汤，好好享受假期。连假第二天，台三线一度大塞车，队伍绵延数公里。温泉代表了，我没想到，因为我从前在这边，没有想到这边有这么多人。大概塞了半个小时，从那个快速道路的时候就开始采了。预估本次涌入人车可接近去年元旦三天连续假期6.6万车次，19.8万人次。想要采草莓但怕塞车的游客，有另外三个行车动线，分别是从国道一号苗栗交流道走台6线，从北部出发可以走台三线往南，中南部则可以走台三线往北，分散车流，避免遭遇塞车窘境。三线黄梦珍、陈美晓、谢云珍苗栗采访报道。